You and me stuck on the ocean now. Nothing but waves and they're spilling in. I wanna dry up but you just keep on going, don't you? I don't even know how we got here. All my reasoning have disappeared. I wanna bury the hatchet and find the way back to our home. Our home, our home. We don't have to drift inside this dome.I will not let us fade away. It's not a price I wanna pay. And it's not too late. No, we lost our purpose. Chasing all that surplus. You were all that I need. I feel that we can break free. We can still go back there. To a place with no cares. We can turn this ship around. We can turn this ship around. All the way back home.我是 Leon， 一位摄影师。这部影片让我来为各位阐述一个行动，让海洋更好，那就是参加海龟志工吧。因为硕士论文，我曾在蓝屿从事海龟研究，加上喜欢摄影，所以这四年来也累积了非常庞大的素材。而这部影片仅限给所有生态保育者以及爱护蓝屿的人。首先，我会先从介绍海龟生态开始。海龟是一种洄游性动物，每年的四到九月左右会回到蓝屿附近交配，并上岸产卵。一只海龟的洄游周期是二到六年不等，同一只的产卵次数是在四次左右，每次产卵间隔约在十到十二天。海龟产卵的流程，它会先上岸，找到适合产卵的位置后，就会开始尝试挖大洞。一切顺利，就会开始用后肢挖小洞，然后开始产卵。我们会在这个时候放入投标器，以利待会开挖的时候找寻卵窝。产完卵后会后肢负伤，这个时候产卵母龟会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我们海龟志工会在这个时候对它进行基础测量，包括量长度、宽度以及查看标号。没有上标的话，会对其上标，取组织以及打镜片。好，之后慢慢等它转醒。开始前肢负伤下海，最后测量爬痕宽度。海龟产卵大都集中在大小八代洼，完整的产卵流程需耗时大概二到八小时，依照个性、栖地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所以我们海龟志工排班巡探从晚上七点开始，每两个小时一班，一路巡到早上五点，然后六点去乳头山看日出。七点去东青33吃花生培根脆皮堡，九点去母鸡外加自由潜水，十二点吃午餐外加气象站小盹一下，下午两点还去悠闲的下午茶整理影片，拍完美照，去廊道看 Manta， 也有国小打杯盘，偶尔拯救一下受困的小海龟。然后接近傍晚的时候去太原港拿菜，路过旧机场宝道还可以顺便看个夕阳。下午五点回到厨房准备十人份的晚餐，晚上七点又是新的一天的巡探任务，所以我的 vlog 都是用下午六点来切换新的一天，是这个第十四天的新班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资讯栏来看更不为人知的海龟志工吧。所以我们海龟志工从晚忙到早，一整天都无法睡觉呢。经过了45到55天的漫长等待，小海龟们终于孵化。沙湾会决定小海龟的性别，28度以下是公龟，30.3度以上则是母龟，在此之间就是各50%的几率。这时候我们每天会多选一处来孵化场看看有没有新朋友们出生，顺便把活根给赶走。孵化后，我们会进行基础测量，填写表格，并开始实验。实验部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私讯讨论。实验完后，我们就会立即野放。过了预定孵化日期，依旧没有看到小海龟，我们会进行开挖，并计算孵化率，
判断未孵化的蛋是停在第几期。海龟所面临的威胁有很多，在蓝鱼最严重就是栖地破坏，这也是我做实验的原因。以我的观察以及论文结果，产卵的热点大800万，有很严重的光害问题。小海龟在此处孵化后，因为向光性，它会被陆地上的灯光所吸引，导致无法下海，这会增加被掠食的几率，以及白天会被太阳给晒死。这就是我们海龟志工完整的工作流，白天全都是自己的时间。身在海岛，我们最常做的就是自由潜水了。蓝屿的海非常漂亮，水质无敌清澈，我拍了无数的照片以及影片。这里也是我自由以及水肺潜水的启蒙之地，估计许多志工都是这样入坑的。我也喜欢蓝屿的路，一边是海，一边是山，令灵魂往前延伸，无边无际的漂流。无人机正好老板曾说，你车带上岛太可惜了，都生锈了。心想，对呀、啊，好可惜，但我更怕把它留在台湾所造成的遗憾。到哪都要骑车，无论多远 ，on road or road， 天涯海角，两人承载的可是灵魂了。每天在这狭小的工作站，与伙伴朝夕相处2个月，觉得是个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多了兄弟姐妹，每天只想在这欢呼，呐喊着那不同以往的自己，在星空之下倾诉彼此的故事。我还记得在那气象站，在那双狮眼，在那核废厂，都有不同的悸动。终须离别，我们都很依依不舍。俗话说，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这场维持2个月的梦，终将会醒。而我断断续续做了8个月，其实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人，可以更细心关心别人，可以更热诚莫忘初衷。是说，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下次更好的相遇，不是吗？